我虽然是张氏集团的营运长，但说穿了，我只是张礼谦的棋子。他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得做什么。他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之后，竟然还要求我来打探你们的计划，甚至要我出卖他，来换取你的信任。这确实像是张礼谦会做的事，但我拒绝了。我不想再继续造成你的困扰。之前的贷款展宴，还有前几天的村民大会，已经对你造成太多伤害了。以张礼谦那个不容被忤逆的个性，很有可能近期就会拔掉我营运长的位置。但这一切也都还不一定，说不定他会继续把我留着，用其他的方式利用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，就算我不能以张氏集团营运长的身份帮你，我也会用其他的方式继续帮助你。学长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做到这种程度，这样我真的会很过意不去。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？我说，这么优秀的学妹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对，你那天确实是这样说的。但其实我会一直记得你，不只是因为你很优秀，而是因为有一次期末考，我考全校第一，但却被其他同学霸凌。那个时候，你跳出来帮我出气，你当时的样子就一直留在我的心中。不管是之后上大学，还是出社会，都不曾忘记。要我出卖一个从高中就喜欢的女生，我真的做不到。那天你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打算好好守护这个感觉。这个感觉是什么？可恶，今天的法力已经用完了。该不会又发作了吧？想想，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财神庙，如果对财神不敬的话，你们会遭到天谴。这块地我已经买了，财神他说不定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里的地主。麻烦你们离开我的私人土地，谢谢。少爸怎么可能把土地卖给你？并不是所有的村民脑袋都不清楚，还是有一些些村民脑袋虽然没那么清楚，但是还是知道什么做才是对的。张礼谦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我想要封了这间一点用也没有的财神庙。狗！哎，你们干嘛？你怎么可以封庙？这里是村民最重要的信仰，你跟我们凌霄饭店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村民。我明白，可是资本主义也是我最重要的信仰，没有用的东西就应该要马上废除掉，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。我相信我说的这些，赵特助他应该非常明。哦，赵特助，你还好吗？你看起来气色很差哎。人真的是很有趣，有的善良如神，有的是卑劣如鬼。我宁可自己是客观冷静的经营之鬼，也不要是里面那个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神。这只不过就是一颗烂木头，有什么好机会？纵火犯不能办吗？现在只有财神爷可以提高了。财神爷说他要告张礼谦。提醒你，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束。望着你了。